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ric Cole。Hello， 各位 fans 好嘛？大大话话，差不多两至三个月冇见啊，大家啦，我好挂住你哋啊！你哋系咁 send message 话俾我听，点解咁耐仲未有片啊？嚟紧就有噶啦，好快就有噶啦。如果留言我 Facebook 或者 IG 咧，咁你哋都知道我系冇停过，一路有继续教狗啦。咁希望嚟紧咧，我就会拍多啲新嘅片俾你哋之余啦，咁多啲唔同嘅题材咧，希望你哋都中意啦。好啦，咁你哋記住喎，俾多啲正能量我，我亦俾到多啲正能量你，咁我先拍到好嘅片俾你哋啊嘛！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啊！大家睇到呢個 topic 都知道，依只狗。坑啊，唔弱啊，因为佢好似 evil 咁样同我去搏斗。咁呢只狗系乜嘢嚟咧？系一只叫柴犬嘅品种啦，佢系男仔嚟嘅，大概岁几啦。咁主人就话我只狗有啲行为问题啊，我想揾 Eric Sir 两位帮帮手啊。咁我睇到个 case 唔系太复杂，咁我谂住就上去帮一帮佢，睇可唔可以帮到佢啦。原来上到去。不是想象之中咁簡單嘅，是很多 hidden 嘢喺只狗裏面身上而出現咗，而主人是不知道的。那佢發生乜嘢事呢？哇！佢喺度初頭好似好開心咁錫我啊，我俾啦，之後突然之間接觸佢就唔中意就擁壓，突然之間就會 snap 你啦。咁呢啲動作佢好快，好在真係經驗到避得過呢啲咁嘅感覺同埋哇呢啲咁嘅動作啫。如果一般人唔知嘅，就有機會會受傷啦。主人就話：哇，點解會咁㗎？發生乜嘢事啊？以前唔會，因為主人好多時就係太過。保護佢，唔俾佢面對個世界發生咩事，而好多人遷就咗佢，而呢只狗就開始一路進化到唔同嘅 level 啦，所以佢走咗去個圍欄裏面，我就開始要同佢發生呢一個 control， 去話俾佢聽個世界唔係咁樣嘅。所以今次嚟緊呢條片，你會睇到係十幾分鐘係冇經過刪剪，我點樣同只柴犬喺一個咁細個圍欄裏面個狗籠裏面去搏鬥，要呢只柴犬點樣慢慢去由變成屈服，由兇狠變成要。屈服和尊重了，所以是没有经删剪，大家家庭观众或者 YouTuber 你们看的人所有都好，不要学或者模仿，如果没有经验的你真的有机会受伤，因为我们作为一个 dog trainer 犬只训练师，个个都有机会去做这些事情，真的很危险的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去做，你们可以从我们的角度可以感受到我们原来是 deal with 恶狗是会这么危险的。咁仲有啦，就係講埋原來呢隻狗咧，個主人好多時都係放咗好多愛落去，容許隻狗係咁樣去做啦，而佢覺得遷就咗佢就絕對係冇問題啦。頭先我講過，遷就咗隻狗唔代表隻狗唔會得寸進尺嘅，所以呢隻狗就越嚟越兇狠。我睇得到佢係原來係好多嘢想 overcome 控制曬所有人類嘅，所以今次我要去慢慢 submissive 同屈服。看到呢只柴犬 Yuma 喺度好恶咁样吠我，同埋恶我，之后我二话不说就即刻揽咗入去个围栏里边，咁佢即刻踏住我只脚，而好恶咁样，佢想赶走我而咬我，咁我就尝试去锁到门嘅，你睇得到，但系我锁唔到，因为卡住咗，咁我就唔理啦，我就用个身体去踎低去 block 住佢，然之后我要去慢慢去知道发生咁嚟紧将会发生乜嘢事。你睇到隻狗越嚟越恶，基本上佢係好似失去咗理智咁样，佢觉得係透过咬或者凶狠就可以赶走到对方。咁当然我一路要 keep 住啦，但係我要好小心，一不留神呢佢就一定咬到我嘅，而佢咬到我有机会追咬啦，甚至乎咬实唔放，一 handle 唔到咁点算呢？咁你睇得到我成身都唔会有特别 gear 嘅，因为呢个好突发性，同埋基本上我上门去教学生呢，我唔会用好多 gear 上去 protect 自己，因为我想真係亲身感受得到点样同动物去沟通。如果你咁样諗住跟住我咁样做嘅，我諗你哋好容易受伤，因为你唔知佢嚟緊会点样做同埋发生緊乜嘢事，你唔清楚计错数，你就应该就会 send 咗你 hospital。
你会睇到呢只柴犬 Yuma 真系好嬲，佢好想咬我只左手同埋右手，佢好想咁样去攻击我，佢个目标一定要咬到我为止。所以你见到佢咬左又咬右，我一定要好小心、好 calm 咁样去面对呢个过程。你亦会睇得到佢系咁进攻我嘅，但我动作都要好快去话俾佢听，唔可以乱咁嚟嘅。你会见到我 touch 佢，我就系要佢知道唔可以乱嚟，一定要走开。大家要知道，其实我而家系同呢只柴犬去搏斗紧，佢完全系唔屈服，因为佢哋本身嘅性格好多时都好固执，佢一着咗个 attack mode 嘅时候，基本上系好难将佢熄机嘅。你睇得到佢好唔中意，就算佢停咗落嚟都好，佢系咁固，佢好不服咁样，好不屑咁样。你试下再搞我 Eric， 你个下场你会死得好惨。但你会睇到我一路要同佢坚持同佢斗嘅时候，我要俾佢深深感受到你唔可以乱嚟，但佢转头又会发脾气，再会继续咬我，所以我一定要去斗智斗力咁样斗得好好小心。
好似呢只柴犬为例啊，咁基本上佢进攻嗰阵时都有啲失控噶啦，所以佢会咬左咬右，咬左咬右，佢会连环进攻。如果你真系经验唔够咧，咁你褪啊或者喐动咧，或者唔识佢避咧，又系会中招嘅。咁所以就变相咗唔系话哦，我停喺度就冇事，因为佢系主动进攻嘅，但系喐有时又会死，所以呢啲动作咧就一定系每个 case 系唔同嘅。佢而家系处于咬你嘅方式咧，系啲烂仔胶嚟嘅，乱咬嘅。咁佢就唔同话一下咬落嚟 dead by， 一咬就要揈，佢就唔系一下出击，佢系几下连续系咁出击嘅。佢嘅目的咧，其实就系乱咁咬我啦，佢谂住可以咬实咗我，或者咁样赶走我，导致我受伤。呢段时间其实佢一路都好唔忿气，你会听到佢个发出嚟嘅声音好低沉，一路系咁咕，好低沉，佢好唔中意。佢尝试唔理我，佢尝试唔望我，但系最终佢都忍唔住，佢都继续拧翻过嚟，想继续护我，同埋想继续去想进攻我同攻击我。但系我都系坚持，因为我用紧我嘅念力同埋用紧我嘅 energy。话俾佢听，你千祈唔好过嚟，你过到嚟，你有唔好嘅下场。咁我用紧好 strong 好劲嘅 power， 其实系放紧落去俾佢，而可能你哋系唔知，未必感受得到。但系喺动物嘅世界，佢会感受到我哋人系谂乜啦，或者系感受得到我哋嘅 vibration 究竟依刻嚟紧会发生紧乜嘢事。咁所以我哋唔可以乱用我哋嘅能量嘅。而如果我哋成日乱咁用啊，或者剩啊，你又冇教过只狗啊，咁基本上佢唔会察觉到你究竟想点，佢只不过佢觉得你烦，佢会做好多唔同嘅嘢去尝试去整散你啊，或者去令到你忘记咗你要话佢啊，有时佢会用好得意嘅方法去走咗去啊，或者扮晒嘢，咁呢啲佢当咗冇事发生嘅。但系呢啲都系一个好叻嘅 skills。去點樣去同人類去溝通，但係呢一刻其實呢只柴犬佢嘅心態就係、是、我係唔屈服，我係唔想投降，但係我要你知道 Eric， 唔該你同我走開。如果你唔走開，你一定係會有受傷嘅，你一定要走開 Eric。
咁呢個就係其實 Yuma 佢一定係講緊呢啲咁嘅 message 啦。但係我都其實我都有啲要堅持。咁事實上係好攰嘅，因為用緊你個 flow， 用緊你嘅 energy 去同佢去鬥緊嘅時候，咁如果你萬一有差池嗰啲，佢就有機可乘，就會埋嚟我身體上邊，而導致我有機會有血案發生。佢终于开始慢慢知道我想同佢沟通啲乜，最终佢明白到原来呢个世界唔系透过恶，透过发恶发脾气就可以解决一切。咁所以我决定见佢乖咗，我选择离开。哇！我谂我同大家都系一额汗。哇！睇完呢條片真係好似點解可以變成咁嘅咧？點解只狗可以咁，而我又咁樣可以入到去裏邊嘅？哇！真係犀利啊！好啦，咁講翻啦，咁其實最主要咧嗰個 concept 就係話到俾只狗聽，唔可以亂咁嚟啦。咁你見得到後屘主人都可以同佢上到胸帶之餘，我又叫 Yuma 叫佢過嚟嗰時 ，Yuma come 過嚟嗰時，佢都會慢慢過嚟，亦都係 submissive 到我度啦。然之後我就慢慢摸佢，捉佢，或者做好多嘢都會得。其實我哋唔係一定要兇猛去控制只狗，唔係一定要去令到只狗去任何嘅痛楚。其實我哋要令到佢真係有個方法令到 respect 同埋尊重。咁依個慢慢出咗嚟嘅時候，主人而家去努力練緊，所以只狗係一路進步緊嘅。所以佢而家喺度挑戰緊嘅主人嘅時候，主人都明白發生乜嘢事，就唔好俾佢挑戰啦。咁然之後慢慢只狗一路會變緊更好啦。所以而家依只狗仲係學緊嘅，主人一路努力緊。大家喜歡我的片的話，記住 subscribe and notification， 簡單一點，訂閱和鐘，兩個都要按，多謝大家支持。